媒体报道，凶手已经证实是20岁的兰扎。他先在家中杀害父亲，再开车到学校杀害在校任教的母亲及其学童。警方目前尚未证实这起滥射案的细节。报道说，凶嫌母亲任教于康涅狄格州新镇桑迪胡克小学，凶嫌在母亲教室开火，先杀害母亲，再射杀教室中的20名学童。《纽约时报》说，凶嫌在自杀前还开枪射杀了另外7名成人。